布的售价为1699元的魅蓝 Max。 然后我这边后背采用了金属机身，从外观上看和之前发布的魅蓝 E 其实相似度挺高的，但是它的大小比魅蓝 E 要大，手机屏幕大小为6英寸，算得上是大屏手机。薄厚度为7.9毫米。手机支持指纹解锁、微信、支付宝指纹支付，还可以用指纹为应用和文件进行加密。相机方面，后置摄像头为1300万像素，前置为500万像素。电池容量比较大，为4100毫安时。刚刚发布会的时候，官方也称可以全天使用11个小时，没有压力。手机带有快充，充电半个小时可以使电量上升45%左右。厚度好像也要厚一点。魅蓝 Max 的配色有4种，一个是金色，还有银色、深灰以及粉色。定位就是步入职场的年轻人，所以粉色也可以代表了这一点。详细的评测明天会推出，也请大家持续关注动点科技。